個東南海杯小型足球邀請賽。今日呢一場咧就係60歲組，如果你贏咗嘅話咧，就會爭冠軍噶啦嚇。咁啊，魚商會係著黃色衫嘅，有一號梁元峰，三號蔡偉文，六號劉建平，三號梁達華，八號梁建邦，13號何錦培，11號焦永爽。劉建明咧就下半場先打咗啊，7號咧就黎志輝，仲有6、3嘅咧就温德之友，38號鄭永達，15號歐啟明，19號張少明，11號陳國雄，5號朱海林，30號李樹奇，12號劉寶松。
結果是余湘會以1-0擊敗了君德之友。